Hello， 我人现在在家里，防疫期间呢要吃什么？今天呢吃统一版级的大和屋，因为大和屋跟米塔集团是同一个，算是同一个集团，所以他竟然有送饮料哎，而且是米塔的，只是不知道他送什么。现在呢就是外带的话呢，泡菜猪或泡菜牛买一送一，对，我这边就是有四个。噔了，没错，就是很丰富，因为我买二送二。打雷耶，超大声的哦，因为今天是6月8号，然后这个活动呢我等一下看一下到几月几号，那我现在就是来试吃给大家看。然后因为我点了一份牛一份猪这样子，哎，泡菜牛它打成这个泡，好好笑。对，我现在来吃给大家看哦。好，我先来喝饮料，因为有点口渴。哦，他附的是红茶，甜度大概是，我觉得甜度应该有8分糖，超甜的，因为我平常是喝无糖或微糖的人。所以这个很甜，可是蛮好喝的，就米塔的红茶，它不能调甜度，它就是直接送你去，就是都好了这样子，所以这比较可惜，但没关系，它既然有送，就是还蛮好的。我现在要来吃泡菜牛，哇塞，就是这样哎、欸。泡菜猪，因为我是买两个牛两个猪肉，哎、欸，怎么好像看起来有点分不出来哪一个是猪哪一个是牛啊？还不错吧，而且很丰富哦。然后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呢，我就蛮常去吃大和屋的，所以大和屋整体来说，就是会一直让我回去吃的店，所以他这一次出了可以外带，我一定是要吃吃看，看他跟店里啊会不会差很多，因为其实外带本来就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差别。那我现在就是来吃吃看，他有这个秋葵，基本的那个泡菜，这个这是台式泡菜。台式辣萝卜，然后这是韩式泡菜，就是这一次的主轴泡菜牛嘛，然后一些葱花，然后跟它，哦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这个是烤马铃薯，嗯，很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它饭的分量我觉得蛮多的，它铺到这整圈都是哦，它没有少给，还蛮多的，只是因为店里啊就是平常可以喝味噌汤，然后还有饮料喝到饱，所以就是当然外带买一送一就没有办法，但是他有附饮料，我觉得已经很好了。他的牛起来，这样，超好吃，我跟你说为什么那么好吃，因为它这个饭酱汁，哎，酱汁是灵魂哎，酱汁有没有，它全部都有，所以它的饭本身也非常好吃，这个可以，我可以把整个吃完，然后很开胃哦，它还有玉米笋，去店里用餐差不多，我送一的话，哎，这样一个多少钱啊？
这样一个多少钱？这样一个买一送一，原价235，买一送一。哦，235。这样是，这样一个多少？哦，这样一个117。活动期间我等一下，放在资讯栏给大家看，就是你们要把握时间哦。而且他们电话其实不太好打。收回。嗯，试试看这个猪。这个猪呢，就是配菜跟牛肉一样，一样有葱花。它的猪，我来试试看。好。猪的口感本来就会比较柴，牛肉会比较嫩，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好吃的，就是猪啊，你们知道的，就是猪。但是呢，我个人推牛，嗯，我觉得牛就是更好吃。但是不能吃牛的话，我觉得猪的那个酱烤的味道也是非常入味，然后配它的泡菜这样子，还有它无敌的烤马铃薯，超好吃。我觉得男生可能要一个半才会饱，然后女生呢，如果像我这样的话，可能就是一个绝对饱，因为还有饮料。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我今天这样是两人份，我觉得一定吃得完，因为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很开胃。它的酱是那种烧烤酱，所以你也知道烧烤酱就是非常开胃。那饭是好吃的饭，就是不是那种黏在一起的那一种。你看，今天就这样咯，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旁边，就是等着要吃了，所以我就先吃饭咯。反正我就推给大家，等一下吃完再跟大家总结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呢打开手机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呢，要怎么买一送一呢？就是你们要先下载 OCAR 这个 app， 然后进来之后呢，你在这边搜寻大和屋，对，大和屋呢，你要选一下你要去哪的分店。我是台北统一时代。进来之后呢，前往之后有一个礼物券，点进去之后呢，这边就会有很多，这是免费的哦，所以只要有下载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找到这个之后，这边就会有买天使红虾冻、送照烧鸡腿冻，或是要注意日期哦。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，我找一下这边。今天肉冻猪跟牛的兑换券买一送一，它直到6月11号的10点到期。那这部片上的时候呢，可能已经到期了。不过呢，这边还有很多到6月30号的，然后有极客，有功夫面铺，反正就是米塔集团的都可以使用，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他们的会员好礼。对，那因为以往几点都不是用我的几点，所以代表说这是免费的。你看我的点数是0，所以都是可以用的。那像大和屋有天使大虾买一送一到6月30号，所以今天这个泡菜冻为什么我们先用呢？就是因为它11号就截止了，所以今天就赶快把它吃掉。那我们家去下载这个 app， 然后就去享受到这个的会员福利。那大和屋的地方都有很多分店，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。